不行，贝贝，贝贝，贝贝，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by。今天我们要让胖胖和 BB PK 走迷宫。游戏规则一：限时一个小时内走出。游戏规则二：如果他跳出去，就要重来。游戏规则三：就是要惩罚喽。惩罚的内容就是帮输的那一方梳头发，就是用我们刚买的梳子梳头发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到站，你不讲出站，把钉棍。就说嘛，请他们来踩鞋框，他还帮你剪胶带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这集结束了。我这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你们真爱说笑，哈哈哈。叫我妈帮我剪头发。工农工一炸，结果剪了之后被我们幼稚园老师说：“你也要被剪头发吼，把你女儿吵来好我嘎啦，你卖嘎啦。”玉妈不要冲动。你当初我那时候多可怜。玉妈要生七七了。哎，你看玉清了。哎，你很闲哎。你还有时间在那边看有没有淤青啊？不然你还用这个？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一二三，一起唱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。手都小心一点哦。看到前面有，看到前面有。哦，出来了！快要出去了，我快要出去了，出去了吗？
你呢？啊！让他回去。啊！我赢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顺便开启小铃铛追踪我们的最新资讯，或是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Baby Diary。 那我们下次见， See you。 他还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惩罚，好舒服哦。这根本不是，这根本不是惩罚嘛，真好哦。我们来数肚肚，好啦，我们 BB 很漂亮。你们到底是在笑三思莫尔？